浪姐三盘点一共让人意外的四大惊艳舞台，第一大惊艳野蔷薇的超强配合，张强独一无二的唱腔，于文文酷飒的爽劲儿，张力和王子璇的绝美呈现，是我心目中的本场最佳。四个女生既展现出了各自的特色，又相互衬托，互相成就，好听好看，让人心情愉悦。她们输我不理解。第二大惊艳，顶尖舞者的唱跳首秀大获成功。刘恋、西西、朱洁静、唐诗逸演绎的物理舞台观感很棒，舞蹈玩不同，设计创意高级，爆发力十足，让人出乎意料。最大的惊喜是朱洁静、唐诗逸两位顶尖舞者唱得相当不错，这一组对于大众来讲，他们的名气或许没有那么大，但实力都很能打。第三大惊艳，谭维维、胡杏儿、黄奕、张歆艺，你不要担心，唱演走心。谭维维的强大唱功是可以托底的，不会出现大问题，而他这几年唱歌更注重了在情感上的表达，这首歌的情感是浓郁的，三个演员将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映射到歌曲里，泪水说来就来，这其实才是演员们来浪姐应该贡献的唱演舞台呀，要多多以情动人。我们曾经不留遗憾错过梦。第四大惊艳，赵梦、薛凯琪、郭采洁、张天爱自己的巧妙构思，他们的影像映在残垣断壁上，像是困住的自己，但姐姐们动静皆宜，亦正亦邪，变身跑酷女孩，试图冲破枷锁，最后壁垒被打破，整个表演一气呵成，流畅顺达。你最喜欢哪一组舞台呢？